NatureFit 创办人 Emer。NatureFit 是一个专为上班族打造的速效运动空间，我们提供了数位重训、拳击飞轮，还有震波舒缓以及动能办公的服务。NatureFit 空间的设备采用全数位化的设计，让消费者能够自主完成各项肌力以及健康数据的测量。为了因应 NatureFit 结合数位以及健身的特性，研发在硬体跟健身器材的整合上，以及软硬体的串联，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为了实现数位化的健身服务，我们需要薄型并且具有美型美背特性的机身来与健身器材搭配，而研华 USC130 面板完全符合了这项需求。除了它的侧边非常薄，只有12厘米之外， USC130 具有设计感的外观也十分符合 NatureFit 想要呈现给消费者现代感、科技感的氛围。 NatureFit 的健身方式采用实名制，消费者只要携带悠游卡就能进场使用每一台健身器材，并且以分计费，将会员每次的运动记录都绑定在悠游卡之中。而 USC130 砍入式的 RFID 设计能够支援多种的频段，让每一台的健身器材可以利用 RFID 进行靠卡感应，实现个人化以及课程记录的功能。 NatureFit 因应上班族使用的便利性，将其设置在办公大楼之内，但是因为大楼内的无线讯号非常的多，容易造成 WiFi 的收讯干扰，因此我们需要良好的 WiFi 效能来支援数位健身资料的传输服务。而 USC130 采用砍入式 WiFi 以及 Bluetooth 天线的设计，研华也针对传输效能的问题，协助我们与模组厂及天线厂讨论，针对复杂的讯号环境需求，调整 firmware 及 software 来解决讯号源干扰的问题。此外，USC130 良好的天线走线设计，不仅让干扰源降低、效能提高之外，在 WiFi 的效能上也带来加分的效果。 NatureFit 全智能数位重训系列结合了 IoT 大数据、云端虚拟教练及智能界面的设计，将各式互动界面如触控面板、 RFID 身份辨识、镜头影像辨识及各式 IO 通讯界面集于一身。而研华 USC130 以时尚的外形成为 NatureFit 全智能数位重训设备的最佳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研华强大的后勤资源也让该批数位重训设备的量产时程大幅提前。